哎、欸，你不觉得这个门咋了？很像夜妹的声音吗？好像有那么一点像。你知道你刚刚在开这个门的时候，我一直看天上，想说哪里有夜妹。没有，这边地下室，这边地下室。而且我想说，啊，对哦，我们现在玩1.12，怎么可能会有夜妹？没有，那是1.14的生物，我们还是好像1.13啊，算了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我是旺，今天真的要继续跟我们的冬瓜学长来进行我们的知友娘的世界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研究我们的培根，没有错。耶，要吃饱饱哦，喝饱。靠背。好的，那今天这一集可能会稍微快一点，就我们是要来做，就是你们三傻乱世里面也是有装那个降魂盔甲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对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用降魂盔甲的方式来制作我们的培根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也是左右边选一边，你要选左边还是右边？我要选右边。好，你要选右边，那我们就我来简单讲解一下，那先请东方玄奘把那个胸甲还有腿还有脚的部分给拿下来，拿下来，然后现在就显示出它多了一个那个铸铁头盔嘛，好，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，那这一次我们也是主要弄到这个铸铁的这个效果，那铸铁作为基底的话，它会有这个培根的效果嘛，就是我们被揍的时候会有一定几率掉落培根，然后呢，如果身上四个盔甲部件都存在在身上的话，我们就有那个10%的几率被揍的时候会掉培根，感觉几率非常的高。护甲甲板的部分呢，我就随便配一配，那就不是很重要，我们就把它做出来吧。那就请冬瓜学长帮我把四个身体部件都做出来。好，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用上另一个效果哈。那这边会有一个压印，那这边会有我们的骨头，那骨头高钙的效果，它是说。我拿一下说明书来给各位观众看一下好了。我倒一下骨头的效果。那骨头的高钙效果就是说，我们在穿这个盔甲的时候，我们喝牛奶，我们可以获得恢复生命的效果。对，没有错。然后呢，每一个盔甲部件都有的话会叠加，所以四个盔甲部件的话，我们总共会获得生命恢复4的效果，这个样子。这样我们被揍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高钙。效果来一直喝奶，然后来回血这个样子哈。然后这个高钙效果除了让我们恢复生命之外，它还可以补充盔甲的耐久度，所以呢，也不需要特别做什么强化，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就是如果一直喝奶的话，就一直有耐久啦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我们再来给这个压印上盔甲的那个骨头的效果。OK， 我大舌头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套衣服穿到身上了。所以现在是要来抖 M 的实验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错，这一集可能会比较抖 M， 我们要用冬瓜学长的那个肉体来制造培根给我们的毛毛吃。好，来吧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箱子里面你左右边选一个吧。一样右边。好，一样右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从箱子里面拿出漏斗跟那个橡木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拿这个漏斗来接我们模组的这个箱子哈，就是我们到时候那个身上培根，如果身上背包满的话，它就会掉到箱子上。然后我少讲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降魂的这个尖刺钉啊，我们把它做一个出来哈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墙壁上，像这个样子。这个也太抖了吧，超抖的。然后很痛呢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前面放上一艘船啊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去找一只牛了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对，一直喝牛的奶，然后呢，一直扣血，然后再一直回血，然后再一直制造培根这个样子。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好，走，我们去找牛。我们去找牛，我们去找牛。啊，那你的 NPC 不是会产奶吗？那不是 NPC， 那是小女仆。哦，小女仆。对，我的 NPC 不会传奶，我的 NPC 是观众，我才不要挤观众的奶，这样子他们会搞性骚扰。天哪，好啦，那我这边会有一个刷怪龙，它会生产我们的牛，那我先让我这边的小女仆停止杀怪一下哈。好，哇，他也太帅了吧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拿锅子啊，对呀、啊，他拿降魂的锅子在敲怪。那这边有一只牛，这边有一只牛，那我们现在还有多装一个叫做搬运模组的，你可以直接爆它。我直接爆它？对，你可能要压住 Shift， 然后呢再对它点右键，你应该可以爆它。我怎么爆不起来？哦，你爆不起来？对，我爆不起来。所以我爆起来了，我爆起来了。
那为什么？先请冬瓜学长来去设定一下好了。那我先让我的小女仆拿回她的锅子。她好凶哦！她是专门杀动物的女仆这个样子，而且她杀她拿这个锅子的话，也会有那个哐的声音。哦，好，跟那个降魂，降魂本身有那个声音一样，空空。好，那冬瓜学长先看一下，你打开一下你的 F7 好了，不要 F7 这边太复杂了，你看一下你的按键设定那边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个 carry on 的 C A R R Y？、哦、那你把它设定到 Ctrl 键好了，左边的 Ctrl 键，那你自己现在就可以压住 Ctrl 键，然后来抓这只鸟。牛在哪里？牛在这里，牛在这里。哎呦，你把它抓起来，你抓的那只是羊，恶心，可以放下吗？可以放下，可以放下。我要抓牛啊！这样它很正，你还可以脱它衣服。我要抓牛啊！天哪，这都挡住我都看不到。你可以按一下 F5 视角，看起来又很有喜感。好、哦，真的蛮有喜感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只牛抱到我们的那个实验室去吧，放下，你就把它放下去吧。对，然后我这边也准备好了一个。哦、oh. ，我不需要那个，我有它。哦，你不能挤它，因为那个小女仆只会给自己的主人挤。啊，可恶啊，可恶！好，那我现在就可以拿起我们的铁桶，然后呢站到这上面去，然后一直点它。哦，不对，我不能那样喝，我还是要喝牛。我借用一下你这边的牛，可以哦。有没有身上有没有培根？你身上有没有培根了？有，这也太抖 M 了吧，很抖 M。那这个我没有实际测试过啊，但是呢，它的制作方法比我们另一个简单的多，而且超有效率的耶。有，我获得培根二了。我有五根了，我有五根了。我有三根培根了，我有四根培根了。好，感觉这个应该是更快啊，没有错。哇，这个可以拿来练，如果装降魂等级的话，可以练等级。对对对对，那练等的话，因为我们刚刚也没有强化嘛，刚只是多做了一个铭刻。那我们不弄铭刻的话，就是直接在它的那个主要肌理那边弄上骨头的效果就行。然后到时候等等级练满之后，直接换到其他的那个附件。这样就很棒了。对，这样你就等级就不用练了，就直接英雄了。哦天哪！哦，真这集好快哦！我要想怎么拖时间。没有啊，你就带我上去看看什么新奇的东西啊。哦，好好。那你们玩降魂的时候有没有研究过无限制造铁跟金的方法？没有你有？哦、有，我有，来跟你们介绍一下。这么厉害啊、喔！有，当然有，当然有。我们来到那个我的那个主要的冶炼炉这边啊，先睡一下觉好了。好，可以。来到我房子上。哇，你的房子没有这个？你的房子该不会是占领人家的吧？对，是占领人家的，没有错。我还想说，我怎么有点眼熟？对，就地下城魔主的房子。哇哦，我这边住了大概100多集了。可以啊、哦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熔炉嘛，这个你应该也都知道，这边没什么新奇的。哦、那我们到二楼去看一下，这边有个楼梯。你里面怎么会有生怪砖？生怪砖，我多装了生怪砖模组这个样子。哦，对，然后，没事，然后这是村民。哦，村民掉到那个冶炼熔炉里面的话，他不是制造血液，是制造绿宝石。哇！所以无限绿宝石、哦，太酷了吧！那这旁边有这个铁轨跟那个动力铁轨嘛？哦，这是铁轨制造机。好、哦，然后铁轨冶炼熔炉烧一烧的话，铁轨会变成铁跟金。哦，还可以这样哦！所以呢，我们就我稍微看一下好了。来，我们可以拉下这个拉杆。哦，我拉看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回到我们冶炼熔炉这边的那个主要核心来看一下，然后就会有动力铁轨在这边烧了。哇，这个太爽了吧！无限的铁，无限的金。你影片拍过了吗？我拍过了，我拍过，没关系，你们再拍一次也没差。那我要拍，我要跟观众分享，这个太屌了！突发奇想，那个真的太屌了！我跟你讲，前期的那个。
打铁超缺铁跟金的欸，就你有一个那个铁轨制造机就无限了。你看我刚刚基本上没有黄金，我现在多了37块黄金。天哪，这太爽了吧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真的觉得这太爽了。对啊，你们就在你们系列做一做啊，让你们前提物资应该就比较充沛一点。哇，对，但钻石那些你们还是要自己想方法就是了。哦，那个 OK 的，那个钻石那些我知道怎么用。OK OK， 就我这个模组包里面比较没有无限复制钻石的方法，我相信你们那模组包有，毕竟你们那模组包有那么多东西。哦，它可以那个啊，那个叫什么沙粒哦，就是可以甩沙。可以甩沙，然后可以甩出钻石那些，可是我那些我没有用啦，那些太 OP 我都没有用。OK OK OK，、啊、那最后再来跟你介绍一个东西啊，就是你们之前玩昆虫的时候，不是会有那个琥珀？啊，对，对我这边有一个东西，就生物品，刚刚也有看到嘛。啊，对，它可以直接我要先找一个动物来装。那你那生物品是长得很像瓶子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那它放下来之后怎么很像展示框一样啊？哦，我等一下会来讲这个玩意儿，对，就哦，欸，我来抓一只牛，你对这只牛比较熟，哦，好，我们来到比较空旷的地方，哦，来把牛放出来，然后呢，我给你一个金镐跟金锄，镐子可以更换它瓶子的样式，金锄可以让它变大大哦，要右键，哦，要右键啊，哦，对，然后把它放出来的话要 shift， 而且。傻眼，好，按右键，哦，它变了，哦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台下面的感觉它很像，对对，不像平，哦，可以变大小，哦，啊，再大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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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欸，不行不行，不要给观众看到这一，观众不能看到这一集，记得帮我马赛克，好好，我帮你马，我帮你马，但是我不太确定我会不会。啊，玩够了，玩够了。那这两集就很感谢那个冬瓜学长来到我们这个系列来玩一下，来看一下那个我们降魂制造培根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那个想法哈。好的，那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冬瓜学长，还有罐罐，还有河茂他们三人系列，现在多出了那个叫啊三傻乱世。那各位在网影片底下留言之后，可以留下这边客服 ID 还有名字，这样你就有机会出现在网影片当中哦。今天就这个样子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拜拜拜拜，订阅汪汪，大赞汪汪，捅爆铃铛，真是汪汪，觉得香香。记得分享，协助汪汪，逐渐补汤。